我是霸主，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，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。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，集齐三块上古神器便可启动传送之源，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。哇，刚才好险啊，在那边烤肉烤得好好的，突然蹦出来两条迅猛龙，真是吓死人了。幸好我的反应快，抓着泡泡就跑，不过我的水龙兽可就危险了，这可咋办啊？我想救他，可是我没有能力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哇，他们又发现我了，溜了溜了，没有追过来，还好。现在我们就继续去找水源。这里植物长得茂盛，食草恐龙也挺多的，附近一定有水源。这是一个充电站，原来如此，能量元素可以通过这个桩子合成出来，但是合成所需要的材料还是比较复杂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我们知道怎么做了。哇，这些萤火虫好美啊，它们的身体好像能发电。嘿，你能不能借点甲壳素来给我用用？哇，我找到水源了，下面有一条小河，不过我需要先确认下面没有危险我才敢下去。这里又有一个瓦斯气矿，这边的气矿还真是多啊，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价值，以后能够用得上，不过得先做出气体收集器。你什么意思啊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河边好像大多数都是食草动物，在这里安个家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哇，终于有水喝了，哦，太舒服了，这块区域真是超级和平啊，除了刚才的那两只迅猛龙能够威胁到我，其他的大多数都不会主动攻击我。这里水很清澈，里面都是鱼，在这里生活下去吃喝都不成问题了，等会儿我们就采集一些材料做一个简单的小窝。刚才我发现了一只特别好看的泰克复制龙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还是我第一次遇到，它们的外观真的是太奇特太漂亮了。现在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石头，可以做一把弹弓将它驯服了。没错，就是它，太好看了，这一身闪闪发亮的泰克盔甲散发出一种高贵的气质，像极了一只机械恐龙。如果说100只普通复制龙里面能挑出一只非常好看的话，那么这一只泰克复制龙的外观简直就是天神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有点难以置信，他也会拉粑粑。你给我等着，先给他采一些果子。别看他的外观很特殊，其实他和普通的复制龙也差不多。泡泡，把灯关了，咱们省点电。不过这样太黑了，你还是开灯吧。摘一些果子，然后再摘一些蘑菇。我发现了红色的变异蘑菇，它和普通的蘑菇不一样，它的顶上是尖尖的，上次就是碰到了这种蘑菇才中的毒，以后可得小心一点。地震了，白给的资源不捡白不捡。现在我们终于把弹弓和流星锤都制作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收服我的第一只泰克复制龙，他丝毫没有发现威胁在靠近，准备，嘿，漂亮，他被困住了，看招，太久没用弹弓了，再来，OK， 搞定，给他喂果子。吃的还挺香嘛，吃吧吃吧，慢慢吃，长这么好看不跟着我也太可惜了。 OK， 拿下，你现在就是我们家最闪的了，给你取个名叫泰闪。帮我侦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威胁，确认过是安全的。哎哎哎，让开让开，这里我最闪了，不要挡路。怎么了？你听见没有吗？
真的是一点不会看脸色。让开让开让开，听见没有？不让是不是？走，我们往后退，别理他。让开让开，都让开，我最帅，让我先过。你聋了？一天天的说不听呢。哇，有只绵羊，今晚我们可以烤羊肉吃。现在我们搭个小窝，四块地基就够了。把羊肉先烤上，先在这里生活下来，在家里铺张床，在地图上标记出绿色传送支援的位置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直接放我去一号世界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帮助彩靴找到身体了。不过地表上面特别危险，有许多的可怕生物，我得先增强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再次上去找到罗克维尔与他交谈。虽然现在还是遥遥无期，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晚安了，做个好梦。